咁啊，除非蘇美倫好似頭先連連網俾人哋刪咗個去路啦，咁就爭啲。如果唔係咧，又有一鬥下。不過佢都幾犀利啊！就連連我十二你同主持人介紹，即係 Jenny 就睇馬，佢又中意三號行頭，有十二有二佢如果攞出邊就已經有七。先就揀咗裏邊啊！有時電光火石一來一往，哇！好短時間要抉擇㗎。咁呢場馬嘅賽績嚟講咧，即係大熱門肥仔威威啊，確實係最好嘅喎，三次 win， 三次 Q， 一次 pay， 兩次落地，咁佢即係上名多過落地就幾倍嘅喎，三倍咁啊！即係佢係嘅即係馬路有專長，同埋個成績整體成績係最好嘅。咁又排過一檔，今日啲一檔都幾醒神嘅喎。翻嚟第七場，重複一次我哋主持啲陽介明高高啊，嗰啲咪一檔咯，肥仔威威都跑咗出嚟啦，都跑到入位置。我揀咗三號男裝家寶，阿佳就揀七號嘅顯然衛星啊。除咗呢個肥仔威威之外，仲有邊只啊？莫雷拉嗰只啦，發財速星點解咧？即係捉心理嘅啫嚇。無顯東都跑十四，都跑第四啦。十七倍，系咩？換個大師傅，輕磅一一五磅，排個四檔。咁你話點跑啦？冇得收埋嘅喎，呢啲係咩？一出閘就知嘅喎。咁而且呢只馬發財速星咧係贏過一次落第三次，成績就梗係唔夠肥仔威威好啦，係嘛？但係配咗大師傅喎，又係嚟過蘇明倫、莫雷拉咁樣咩嚇？即係今晚都見過啲咁嘅場面嘅咯喎。嗱，今日咧潘隊友就冷門喎，但唔好彩就執到十二檔，係啦！呢只馬咧個成績咧一 win 兩 Q 三 pay 落兩次落地，咁又係上名多過落地三倍喎，咁所以你捉冷門馬咧，你就唔好理呢個，你又唔好理呢個布達德上次跑第六啊，又話冇啊咁樣啊，都唔係。呢個唔係準則嚟嘅喎，呢個布達德佢上次跑馬地咁啲外來騎師都唔多熟路㗎啦，咁就十五倍。如果潘頓嚇，如果潘頓有決心咧，佢會一開始就縮埋去第一檔咁樣，然後微微同你衝一段嘅。咁我揀咩咧？四十二啦，揀翻大師傅啦。四号就揀赛积嘅，同埋揀大师傅揀一档。十二咧就呢个莫雷拉咧，呢轮斗志好，手风顺。咁啊，今晚亦都有表现。咁就上次咧就一个比较弱势啲嘅骑师啊，毛显东都跑到第四名啦，又跑翻花园谷千六一六五零。咁今次换上大师傅，点都要好啲表现啦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四十二啦。咁睇下仲有啲咩馬落緊飛啊！啊，八號呢個大熱門落緊綠色格仔位置，你信唔信啊？你信就買啦！嗱，十二倍。呢只有咩問題咧？定係整得安咋？十二號發財福星而家紅格位置啊！呢只馬反而幾好啊！紅桃巨星好多人都關注嘅，因為呢只馬咧。呢只馬咧，正式公布咗噶啦，十二號嘅發財福星就贏過兩次，亦都落咗馬嘅何澤瑤，希望都正常啊。呢只沙土大，贏過兩次就兩次 Q， 三次 pay， 咁勉強講起上嚟都係上名多過落地嘅。咁呢只紅桃巨星係一個紅桃巨星六號仔係一個冷門嚟嘅，十二號。發財福星，退出哦，咁啊，好多人有錢收咯，於是以馬會嘅作風咧，又會遲啲開跑嘅，即係馬會係咁嘅，我賺錢好緊要啊，佢哋。熱上加熱就肥仔威威啊，咁見到。哇，冇啦！巨星啊，打下小圈喎。咁啊，騎師王嗰度啊，關鍵啊，由莫雷拉又跑少咗伊迪。
咁啊点咧？唔要只十二，要边只咧？一啦，一或者六啦。啊，四号即系四号一档咁好赛绩，咁好骑师，照计冇得收埋噶，点都要去噶。四六啦，四一啦，三号男装家宝咧，其实都好赛绩嘅。咁啊，睇一睇英文台 Jenny 佢就揀即係一 win 一 Q 一 P 三次落地嗰度五波啦，即係上名同落地都50-50咁。上次何銘年跑第二，而家又配翻何銘年，咁佢而家有得個賠率都係三檔咁啊，都係唔輸蝕得過呢個一檔幾多嘅。咁冇咗十二，你就試下諗下四三啦，或者四六啦，或者四一啦，呢啲咁樣。唔好買咁多隻啊，揀隻嚟買，邊有飛買邊隻就好。十號有飛喺禁區。十號即係呢啲冇咗啲主力咧，冇咗啲主力增勝分子咧，咁啲賭得大嗰啲咧就會諗下，咦？揀邊只買好咧？啫咁啊，佢揀咗十號起進區，巴道騎上次巴道咧就19倍跑第四，咁今次係多咗飛嘅，因為多咗人貼啊嘛。主要對手退出咗一隻，即係主力主要對手即係唔跑咧，就真係爭好遠啊！所有呢啲投注啊，你睇我屋企個寬頻咧，真係～我都不知點解，有時好，有時唔好。我想俾錢攞好啲服務都冇喎。我哋呢啲太偏遠嘅鄉郊地區，我哋住喺。十一號百四，哇，千幾蚊 win。而十號加入戰團喎。四號十號落飛咗，而家四十。排集方面咧，見到嗰只紅桃巨星啦。起進區入閘，經已係順利㗎啦。冷門就一六嘅，我覺得。好啦，再嚟埋去就德勝區，跟住喜年衛星。德勝區搞掂，跟住就南莊家寶啦，威進區少少調整翻啦，南莊家寶啊，11倍。好啦，威俊區肥仔威威金旗莊家最後入閘1號馬嘅勞動創造啊！好啦，時間亦都夠啦，交俾閘前。好啦，最後入閘係嗰只勞動創造啊！好啦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賽事3班1650大熱係4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今日前面快嘅嘛，金旗莊家佢啊特別快嘅喎，出閘嗰下外邊走上去勞動創造快喎，咁啊冇快馬喎，咁啊第三位嘅馬咧就威進區埋去添，咁啊隔離拍住佢仲有德勝區啊，內欄第五咧，咁啊藍衫紅帽就肥仔威威，中間紅桃巨星啊，再喺外邊咧，咁啊藍莊家寶咧，咁啊排個靚檔啊，走個三搭後邊添，後邊嗰三隻啦，出邊就總理啦，攝咗入去內欄尾二咧，就嗰只喜進區啦，暫時包尾係嗰只喜廉衛星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咁啊前面咧就走咗出嚟先嗰只勞動創造啊，咁佢就焗大噶咯，咁啊一路捉噶啦。第二位係金旗莊家，有冇馬走咧？因為成堆馬喺出邊啊。德勝區第三位外邊望空咗六三藍莊家寶啊，最出總理上咗去，再後邊嘅馬林中間咧，咁啊仲有紅帽咧，咁啊綠色就嗰只紅桃巨星啊，內欄粉紅眼罩褪咗落去尾四威進區，出邊就喜進區咧就上咗少少啊，尾二咧就喜廉衛星啊，咁啊暫時包咗落尾咧就一隻肥仔。威威嚟噶，咁啊过埋呢个600米段处啦，前面一对劳动创造响埋边，总理响佢出边啊，第三位就金旗庄家，第四位德胜区啊，内栏悭咗啲位，粉红眼罩嗰只就威进区，出边六三黄毛墨啊呢只有呢只咧蓝庄家宝啊，咁再掟出去大外档嘅喜进区啊，响入边咧就肥仔威威红帽蓝心，睇下佢点位唔位，入正最后直路劳动创造占先咗少少嘅，见到中档位置上嚟噶嘛，有呢只德胜区啊，响大外档嗰边仲系喜进区，马林中间肥仔威威。
米，最後百零米，勞動創造透出，外面有德勝區，中間仲有呢威進區，大外檔就喜進區，接近終點啦。勞動創造咁啊賺咗個形勢咧，就結果贏馬，威進區就跑第二，咁啊德勝區咧就似乎係第三，外邊嗰喜進區咧應該係跑第四啊。咁啊結果創造，我諗佢都未必諗住帶嘅，結果冇人帶，就係擺咗喺前面度先啊。咁啊嗰啲好多進好多區嗰啲威進區、德勝區同埋只喜進區一齊衝上嚟，跑第二三四。嚇、啊，同埋同呢只馬，如果有個勞動創造啊，臨尾都得翻8.8倍判斷啦，一放到底啊。第二名咧，我威進區啦，國冷第三名咧就見到只德勝區、周俊朗、喜進區十號馬咧巴度啦，馬第四。你中咗就好。嗰啲金旗莊家都唔斷啊，翻到嚟啊，嗰馬第五啊。咁啊賺咗個形勢啊，出閘快擺咗前面走啊，勞動創造五判斷都起馬啦喎。個判斷係一個冷門嚟嘅，一六係冷門嚟嘅呢場。再睇下佢嗰啲前置型馬就完全唔同曬啊形勢啊！唔揀呢只都係有啲錯失喎嚇，即係都係揀啲蘇集成嗰啲啊，我今晚阿馬寶有時得有時唔得啦，而家揀呢個潘頓咪好咯，即係個暫定名次一號、五號、二號、十號，抽咗個十二檔咧。當七場賽事三班一六五零大熱係四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今日前面快嘅嘛，金旗莊家佢啊特別快嘅喎，出閘嗰下，外邊走上去勞動創造快喎，咁好快馬喎，咁啊第三位嘅馬咧就威進區埋埋去添，咁啊隔離拍住佢仲有德勝區啊，內欄第五咧，咁啊藍衫紅，即係呢個潘頓係一個係跑馬，如果佢想贏嘅話，佢係好有路筋。咁啊排個靚檔啊，走個三搭後邊添，後邊嗰三隻啦，你估都估唔到十二檔嚇跑一六五零，係嗰只喜廉衛星嚟。好啦，接佢係可以帶頭嘅，帶到翻嚟嘅，重磅動創造啊！咁佢就局大嘅咯喎，咁啊一路捉噶啦。咁你喺後邊啲馬喺度估嘅啫，呢只四號，呢只四號即係皮仔威威咁好賽績，你睇一路扯到咁後都有。中間咧咁啊仲有紅帽咧，咁啊綠色我都唔知佢點跑啊！真係。內欄粉紅眼罩褪咗落去尾四威進區，出邊就喜進區咧就上咗少少啊，尾二咧就喜廉衛星啊，咁啊暫時包咗落尾咧。成站。話冇咗莫雷拉喺度，即係冇咗個假想敵喺度，都唔知點跑。勞動創造喺埋邊，總理喺佢出邊啊。第三位就今期中第四位德勝區啊。喺度唔知做咩咧？粉紅眼罩嗰只就威進區，出邊綠衫黃毛毛啊！呢只呢只。咁其實呢個位你應該俾多啲啦，蘇明倫啊。喺入邊咧就肥仔威威紅。俾多啲鬆曬姜城咩？但揾唔到位啊。勞動創造佔先咗少少。咁佢就即係肥仔威威喺只德勝區啊，就抽出嚟。點不知兩隻馬就好貼近。最後百零米，勞動創造。只五號仔又夾佢一下，佢根本用唔到力噶，衝唔到。接近終點。只五號仔。勞動創造咁啊，賺咗個形勢咧。同只八號仔之間又夾住呢只肥仔威威咁啊。第二門咧就入唔到位置。一放到。阿潘頓真係幾好嘢喎，今晚。